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因为以前敦煌这个地方啊，它是没有被发现的。因为它就在沙漠里面，所以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门学问，所以有很多人在研究敦煌学。那它是画在绢本上的，然后这个是摹本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哦，这是摹本，然后这个是阿宝，他现在阿宝老师他现在画的前程，他现在是，你看他以前的笔法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呢，他画自己的，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前程这件事情。